公子想女人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商旭伟带人杀过来了。这现如今也不是他水云楼的地盘，他敢来这儿撒野？商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地儿现在是我们龙春班的。大公子这是要去哪儿？离远航，我们曹市长想见你。这次我趟这个风雪来，你得面子好啊。你干什么？整个北京城没有我曹氏兄弟。是，我喜欢你。找人靠了吗？你这毛驴！来，把你给打进去。我让你进曹家里。夫人，